今年这个草，是的，都长起来了，都长起来了，草都长起来了。我还种了好多树，也种了很多菜，现在种的蔬菜都已经超过十来种。那边还搭了一个葡萄架，土耳瓜这些。啊，这两天都在焊门，上面没电，要重新搞个大门，猪圈搞个大门，都在。昨天前天都在这儿电焊嘛。就相当于反正我美食咖那个账号反正就好好的还是在这里做嘛，那边再搞一个养猪场，再起一个三农账号。夏天草草会不会容易出现干黄鳝？不得的，这几年了这集体就没出现过干黄鳝。黄鳝不害怕，就害怕陆地上的黄鳝。野生猪瘦肉炖起来不好煮，野生猪啊？你说的是野猪嘛？野猪现在本来就不能卖。野猪现在我跟你说，卖野猪、食用野猪是非法的，不允许的，知道吧？不允许的，那不是野猪啊，那是二代猪，就是藏香猪、跑山猪。对，就是黑猪嘛，就是咱们以前最早的黑猪的母猪和野猪配种。繁殖下来的小猪，然后还有这个就是藏香猪，就藏族的黑猪。我们这边本来就是那个少数民族县嘛，跑山猪、黑猪，知道吗？繁殖的那两种猪都有，都是杂交、杂交再杂交了，已经。哦，那个和我们没关系，我们要搞网络，想搞大，肯定不能搞这些。而且你这个养猪场。我跟你们说，养猪场现在扩大，你要养多少头猪或者怎么，现在政府都有优待的，都有优待的。现在重中之重就是起账号，拓开销路。账号起来，把销路拓开了，跟着规模就大起来了。哎呀，有呗，有点儿哇。这炒菜了，我记得小时候家养的都是黑毛猪，现在看不到。有，我们这边还有黑猪，肥肉多，但是猪肉香。二代还是普通，都有，现在规模都不大，总共加起来就100头猪。总共加起来就100头猪，要得了噻，那个肉，我这都搞干了。那肥的，土猪都是黑色的，白条猪是进口的，是的。我们最早喂的猪都是黑猪嘛，但是我告诉你们，很多人他不懂，其实我们最早喂的黑猪的脂肪是很多的，瘦肉少。我们从小生活在农村，我们就知道黑猪的肥肉占比是比瘦肉高的，比白条猪多的。为什么现在有很多黑猪它比较瘦？那是因为是散养的跑山猪，而且猪不大。你像以前农村喂猪，喂到都是四五百斤五六百斤的猪肉，我跟你说拉开的嘛，全是白色的，全是油。什么葫芦？这什么树？我的树无花果。这不是长到山边了。我以前咱们这个油水少。我这是给冻家是放下，不为你好久没有。冻激动。是藏香猪吗？对，藏香猪。藏香猪和二代野猪都有啊，都有。他现在是什么买的？就是藏香猪的猪苗，然后自己养猪场繁殖的就是二代猪，下猪崽下出来的就是二代猪。那你怎么？哎，兄弟，我那天一个，那天吃到青菜，但是不得他那个，没多吃的。
不是算你是吧？来炒腊肉，那是炒菜肉。你炒菜肉，那不要算。那边我打一。你要的不要不？不要不？不要不？那就冰激凌，冰激凌。嗯。对，洋芋片片，就腊肉的，肥的腊肉炒的洋芋片片。要和到一起。哎，是不是有葱子？葱子还来白。啊，加点鸡精，太白。那这些东西啊，为了没吃到，那么放不了。现在的农家猪也好吃的，你关键说现在大家说猪肉不香，你在那个城市里边，那都是三个月出栏的，三个月出栏的猪。因为我为什么知道这个？就一般白条猪，农村喂出来都好吃。我以前在上海待过几年，以前就是十几岁的时候打工嘛，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一年回来一次，有时候两年才回来一次。我记得我有一次回来，阿妹，我吃到家里边那个蹬子，我一个人啃了一碗，吃起来太香了，知道吧？就那个时候我在外边打工的时候，天天也是吃肉啊什么的，但是回来吃到家里边的猪肉，感觉太香了。海峰自己说是太福黑猪都有，他第一批种买的是太福黑猪回来和野猪杂交的二代野猪，后边然后又在姚记买的藏香猪，只有第一批种猪是买的太福猪，当时还是据说还是反正买了个猪苗回来还不容易。上下都一样的，我跟你说，都差不多。他们好，他买了个太福猪回来繁殖了。我跟你说，他们那个藏区的那些都过来，又过来买猪苗。藏香猪用的最早的就是黑猪苗，就是土猪黑猪苗，但是人家的是几代放养，知道吧？为什么藏香猪和这个同样是同一个品种的猪，为什么喂出来不一样？因为藏族喂猪一直都是放养的，当狗喂，知道吧？当狗喂，反正吃不起，一头猪在跟你吃。哎，是的，那是肯定的。那个猪肉我也吃不起啊。过年的时候，他说他们在卖猪肉了，我说吃不起，买不起。腰子，那是瘦啊。拿点大的。反正跑山猪和圈养的土猪最大的区别就是脂肪比，同样是同样黑猪，就我们这儿最早就是喂黑猪嘛，然后姚记那边喂黑猪就是放养的，他一头猪大概就是100多斤200斤，然后我们这边喂黑猪圈养的，同样猪种长出来就是300斤400斤，大的有600斤的。多啊，我把它提回。我没活了，好疼我的。哎，煮哈，现在太热。加肉真的差一点。啊。没煮汤。好热，这他不干的话，这个。他在那发火。嗯。要这个。哎，有那火锅砖。嗯。
放几几秒？哎，放点不放？你放没嘛？不放都要得。凉拌面要挤然后吃。加几点放？它不是，它不是那个腊肉，它是羊肉片的。有油不得？有你就放就是。对，下雨了，大雨。我靠，今天白天天气那么好的，都说来就来了。大雨才算，我就要大雨。对，土豆片炒腊肉。我们这儿百吃不厌的一道菜。这个猪吃黄不过，这个猪吃黄，你是没看到多少次。是这节肉块。对，这节肉，这个就是吊子肉，兄弟。吊子肉有一节就是三线，有一坨就是比较肥的，就是五花肉。我们把肥的之前拿来熬油炒土豆片了，炒到差不多熟了，再把这个瘦一点的再放进去。这很安逸。哎呦，这个腊肉巴适哦。哎呦，妈的，真快。这个就不肥，兄弟，真的不肥。那吃一百人一次会不会厌了？是什么东西？俺们太爽了，兄弟。要点点。透的。老腊肉。好烫，真的。可能别人点的，应该不是我，我问一下我媳妇。这个腊肉，那天我们包鸡儿怎么摸？剩的。包粽子好吃吗？好吃啊，我们这边传统的粽子就是腊肉包，腊肉豌豆咸粽子，就很多地方包粽子它不一样嘛，馅儿不一样。我们这边包粽子就两个味儿，一个是白味的，一个是白味的，一个就是腊肉豌豆。我也比较喜欢吃腊肉豌豆的。光头，我今天看到你前女友开播了吗？播不差，他妈他开播天天让我给他连麦，我不理他。就三个人嘛，三个人就三个人。这三个人，这个是开直播必须要经历的。就像我们开直播，妈，这个人也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嘛。怎么可能你凭什么一开播就很多人看你嘛？除非你在别的领域特别牛批，是吧？然后他说他还爱着你嘛，他爱着我呢。我现在女粉有点多，陈哥，爱我的人有点多。哎，我也是过去式了。她是不怕她老公打，我怕我媳妇打我，我不敢给她挨来挨去。这包子还没到。没得声音讲了。我自己老婆都还爱不过来，我哪有闲心爱别人？要挨打。好砖，好砖，比较干净一点。没有那边，在这儿。你竹篮要放不？竹篮可以加一两天吧。加点好吃的。啊。大光头抱着肯定舒服吗？嗯。抱着是肯定舒服，味儿还不错。我经常一身的菜味儿。抱着我在闻到我身上的菜味儿。
我跟你说就饿了。土鸡蛋，基地的鸡自己下的蛋。村村呢？瓜总，你那边有乡村吗？有乡村啊。有。我们几头都要搂，我们差不多八个。就这儿，就这儿基地门口就有一棵乡村树。啊，对，有那位置也是。啊，就那个地方，我记得。就天天。就基地大门口对着那个山坡坡上就有。天下车的，我也吃了。我今年还没吃过春芽。春芽炒饭吗？啊，没，春芽蛋炒饭啊。哎，别。不是不可以，我觉得可以啊。我觉得可以。打蛋了，我也会涮上的。啊，一点涮点汤嘛，那没事，咱就不干净。够了不？不够。再来一点。那当然。多点都无所谓，吃碗面着我可以吃。我昨天晚上做的汤汤饭吃的。我把。早下去在底下吃了。我把剩的盒饭。山药炖排骨。我感觉你们不就去偷了三道排骨吃。偶尔你做个家常的。甚至烧排骨。今天晚上就家常。今天晚上的东坡肉，哦豁，我们不吃绳子，我就忘了。待会儿要去扯一点那个回来。啥肉？中叶子。嗯嗯。棒子。海产的就是弄起来嘛，是中叶子起的时候肉，放那起的肉。我妈在炖的那个，把菌子从一个来炖，炖完我是一根菌子没看到。菌子干啥？他炖鸡啊，炖一鸡那个鸡炖的，他结果里头还放带皮。啊，菌子我也吃不出来了，早点吃。嗯，菌子炖鸡，菌子炖鸡不要加带皮。啊，我吃完我说哦，你来把菌子。大海的味道。菌子个浪费完。再煮个汤就吃饭了，兄弟。一个炒腊肉，一个汤。这边点，盖盖盖的，盖的啊，盖的开的快。盖子开得快。阿妹，这白天那么好的天气，今天晚上咋又下雨了？下雨还安逸吗？那雨又停了，感觉停了还不安逸。啊，隆冬基本上就是白天天气好，晚上就下雨，知道？啊。这个做商务的还天天跟上来拍摄吗？眼镜怎么不来了吗？眼镜天天在家里边摩擦摩擦。摩擦过来了。可以意念摩擦噻。天天都在。只是存在感很低，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这么多年了。哎，东坡肉也要炒糖色吧？这个。然而，今天晚上的主拍是老王。明天小佩不？明天不知道，明天反正我把东西准备起。火锅啦？嗯。你东西没买，不是盘子不够吗？我明天让包租婆去帮我买。明天他不上班。嗯。先打肚子。来好饿啊！我也好饿。我今十点钟吃饭的，我都吃啥饭？我都没吃。我今天只吃了二两面。我也好饿。还吃了泡大几分钟粥粉。今天没带零食。哎呀，保持开水，饿吃烟。我今天吃了三大肉的。好的，这儿。我不要。好吃饭，哎，这个人吃饭都还粗的。
我还有肉丝要买。带肉都没要运费的，不对，人家以前是卖肉的，他把运费给了，晓得不？啊，那是那个肉生意的了。对，现在是换了，是你们那个没有了，他给他还没给那个，那不影响，就算他给了，那不是算了运费的，直接给他也是要的。那个就是，这肉又是在哪儿买的吧？就在你们那个买。我们这两家都是阿妹，好饿好饿，起码吃两碗。阿伯他们亲戚我到有开了他妈就下车啊，还没开，我开了开点嘛，这儿海拔高很了，开点慢。我真的，我四点钟吃的，没吃了，那些衣服早就吃了。英才英才在不在？我在抽烟。哦，对，那个那个作业没全本，本大吧？可以带着。带噻。麻将也不明。啊？项目夫人。他给我打电话说，你走这边吃个俺们娃娃钱两本。秦老三来吃也再说吧。对噻，那么要不来吃。你大鱼视频忘记给你金主爸爸打广告了？哎，没有，当时没有说给他们打广告，没有选上。他们之前选了那个，选了个烤羊腿，选了一个，100斤的火锅底料。这是后边两期要拍的，羊腿已经拍了吗？那天晚上还没发。下一期就是广告了。选的烤羊腿，看到过来，哎，主菜可以看过来看呗，是不是？不看，不看，看不看？可以看也可以不。好吃不嘛？看到的，我觉得。看到他就你就煮一哈哈又不咋子，只要不煮时间长。有看见看锤子点，那播放量他妈200万才，幸好没开没拍广告。是吧？拍广告就拉了。鱼啊，嗯，那条大鱼。其实那条大鱼，我当时想的就是拿来，要不就做烤鱼，要不就拿来做清蒸。有刷到吗？羊腿今天发了吗？前几天哦，是。哦，我都没注意，我操，忘了，我操，养猪场去了，我看一下。我还以为明天发。看一下都。有没有不说我都忘去了，兄弟，我还以为明天发。才发的。啊？才发的。嗯。还没跑起来。才好久嘛？半个小时有没得？半个小时。没得半个小时，就算十点钟了。总感觉你们做的最多的是羊腿，不是，是他们选的，不是最多的。打广告有时候我们要出两三个方案，看他自己选。好吧，其实做的菜我也有，那都还有好几期做菜的视频没发。最近都在存货，因为十几号有事儿。今天吃几个菜？一菜一汤，工作餐。平时都吃盒饭，现在。今天是养猪场回来有时间就自己弄，就是打个比方，就我自己要做的话我就可以随便做，但是接广告商务的话我就会出几个方案，他们喜欢，知道吧，他们喜欢这些大东西。
干了。热了。干了。我本你没放。你放了。对，腊肉，腊肉炒猪肘。好，你开头是要放的哦。加点鸡精就要得了，要不要鸡精？嗯。喂，这个我管装汤喂，装汤完都没得。这个伯伯啊。啥子都要得，装得下就是。你要伯伯啥？要皮的馅我打。你看吧，过两天我还要炒100斤火锅底料，今年自己的自己炒火锅底料就不用买了，炒100斤够用一年了。到时候炒好了，我们还要把它抽真空了。要不真空就拿过来。要拍。其实会给粉丝吃鸡蛋，可以抽啊！啊，真的看看这种效果。啊。抽不到抖音能不能抽？抖音干嘛不能抽？弹幕抽啊！最近是在说的就是评论。评论咋抽？咋整？我好像 B 站可以抽。转头像，以后就转到。B站可以抽。B 站也会抽，抖音也要抽啊。抖音不知道怎么抽。不抽就评论准高抽哦。不是，重新买。买牛油。一盘一盘的练好了的，一大块一大块，还抽啥子？到时候是最大的锅出现。是哇，你们那个真的吃的就跟那个火灾。去啊！还有锅耶！来，赶紧。喂，龟龙，去吃饭喽。楼上的味道好吗？楼上的那个油还真能用，其实油是可以保存很长时间的，尤其这种牛油比较干燥，没有水汽。吃饭，吃饭。阿妹，热汤锅吃饭。今晚拍什么？东坡肉。哦，身上打开，娃娃起来了。看下咸猪肉好吗？你们是有几点？我这老是给你们说。来了个大卡车。别把外边电线给我跑。一菜一汤。赶紧吃个饭。点赞，兄弟们！现在还在说500啊，没全是评论500的，我日你哥哟！评论他的哇，够，找了。关注了1000多个美食主播，可是从未动手做过。争取再关注1000多个美食主播，然后开始做美食。那真的干哦！来，那个盘砖去。
哦，还炒肉吃？哦，还炒了一个青菜，我操！要吃青菜噻。我以为一菜就炒肉。你这个是哪个？你这个？随便。对呀。把灯灯开开。灯亮。一帮饿死鬼。10点钟吃了，我就没吃。我回去了。哦，这一期不是抖音的广告。比你比你。哦，这一期是 B 站的广告。我是说，怎么没看到广告哎？B 站 ，B 站，这就是 B 站的广告 ，B 站上面有广告。我就一直在等着广告出来，没看到广告。阿妹好喊啊！是的。你一会儿吃的那个没混进去，我吃了我也好淡。哎。好，你背后的葱头是真好喂，就背后的。大葱头，小葱头。嗯。我妈就来认这个坚持命。拿住。刚才那条来过了，没混进去哈。这是，感冒。我们设备，不够新鲜再冲。灭哥加入团队了，是的。杨富贵今天没上来。我们现在团队6个人。这还清淡，兄弟们。不过确实挺清淡的。啊？这跟着比较是清淡。嗯。晚上就大肉，清淡好不好？我这儿真的清淡。我现在屋头整串，我只能清淡。那一起拍个全素菜。早就留面了。啊？哎，不拍。
弄个猪肚丝。猪肚丝，酱油泡糕，酱油饼，他们酱油卤的全是。酱油盐。里面切的肉是不行，你现在平时切二刀了哇？你们抖音播吗？抖音还没有准备好，就还没有准备好直播。直播是肯定以后要做。昨天我都在想，想怎么说这个。好干锅。你昨天你们如果本身没事的给我喊过去的噻。你不能去他的网上，你们两票了，两个账号不要放太多精力了。他真干的很。所以我想了很多，我九九时候，我拍九九视频是不是？两个账号就会解，如果说是生活号就会解第几点，但是如果是普通的说他号，他叫中规中矩的。你拍日常，就像他拍啥子无聊，就像拍抖音那种账号会时不时发哈。但这种趁热度，也不是趁热度，就大家就觉得好耍东西啊。你就搞了个，还不如搞新的拿。嗯。也可以，你们俩商量着。想半天。你不要玩游戏了。局长还可以，局长现在有1000个人在看，好多朋友嘛，啊？喜欢？居然可以啊！现在采访好几个小时没得。但是 B 站有广告视频，一般流量都不会太高。哎，白姐，想吃一口，赶紧吃不下去。嗯。我看了。而且我连机器都看了，2000多。那个肉丸必须要机打。我看了那个肉丸的视频，那个肉丸只是呈现嘛，我还专门去看了制作的视频，我还专门搜出来看了。我看完了以后，我还专门去看了机器，我把机器都收藏了。打什么了？对，就是打牛肉丸也是那样打出来的，嗯，也是那种机器。嗯，吃饱。三个菜都吃不完，对，在下雨，下雨。
我睡觉，你吃点的，我睡觉。多省钱呀！就一干烟了，不能发了。对呀、啊。干杯！那太过了，再整一碗。那个最胖的人吃的最少，少吃多看。他刚才豪子说饿了，饿了，饿过了，饿过了，饿的。吃的什么？就简单农家菜，炒的腊肉，土豆片炒腊肉，一个这个菜苔，菜苔汤。阿妹，昨天晚上我操，我看到一个主播在斗鱼直播，我操，好精彩啊！斗鱼好久没有那么精彩的节目了，真的。啊，是大哥，把我笑惨了。昨天我睡觉的时候，刚刚躺下床，我打开手机，瞬间就把我看了。没得了，没得了。我这个包间里下过，吃完了。没得，他们今天还今天上分享给你了，好的，好的，是哪个？回锅肉，我操！你分享回锅肉给我干嘛？他感觉这视频就感觉老视频，对，看他字幕噶，老视频，八十年代的。做的。啊。那你看这个号都是老视频。好啊。按道理是不放盐的，炒回锅都不放盐啊。
豆瓣盐味就差不多了。对。就是咱买这个豆瓣不带盐味。下回买。因为这他豆瓣放的少。四万多。都自己追豆瓣多。红了看。自己追豆瓣，没得好多盐。又是要看酱油。还有酱油，干劲棒的。干嘛啊？你看，妹，阿妹是可以。两碗饭，没吃吃。看一下雨晴。哦，还得啥哟？吃饭陪我到杀马特的还是最后，吃饭陪我到最后有锤子用啊！走到最后陪在我身边的人才是重要的。阿美。操，这儿在漏雨，哈哈！我坐的这个位置正好在漏雨。新杀马特来了，是的，走了一个杀马特，又来一个杀马特。杀马特 ，Hello， 大家好。
抽根烟休息一下，准备了。今天晚上我准备拍一个巴巴适适的东坡肉。东坡肉哦吼，小葱都没地儿买。哎，你买小葱吗？又吃不到好多。姐，铁打的画饼工作室，流水的沙拉。铁打的光头，流水的兵。哦豁，我妈这个生没了。你们小葱还要买啊？就门口种啊，我舍不得擦，今天晚上用的多。种的东西多，这基地今年种的比以往还要多，今年光豆类就种了4种，豆腐菜也种了，草莓、生姜、野葱都种了，加葱、香菜还有香料，香料种了茴香、藿香，那外边那个叫什么牛膝还是叫什么忘了，那个叫做川芎，然后还有菜、玉米，玉米下个星期种。圣女果也种了。哪里啊？抖音。也种了。哪一个？辣椒、茄子、黄瓜、土耳瓜、南瓜，这些都种了。是江浙东坡肉吗？是的，甜烧的，糖烧的。糖烧的，糖烧版，但是是光师傅版本。太凉了。太凉了。现在先拍一段嘛，拍到等会儿可以。万一等会儿黑了，然后不下雨了。椰子。种椰子啊！哪种椰子？走啊，现在种。哪种种？往上走啊！那政府领导马上天就跑了。一根一片就够了，一张就够。游艇鲫鱼，嗯，可以的。游艇鲫鱼我还不会做，我也没吃过，但我听说过。喂，他把那个丸子我打你们放了，快来吃。啊。那他明天来得不了。明天也不得来。明天星期一了，对吧？明天星期一了吧？人家上个星期没休假，啊，电影没说到的，多上了两天班。他一个月他是好多天？一个星期。他星期六、星期天休到了。没，才上个星期没休。他就是说他留着电影没那个鱼是真翻车的，兄弟，那个海鱼。本来我的原计划是把它烤得干一点，其实就是哎，用海鱼做万州烤鱼。只是它还没烤的吧，中间还是生的，表面烤熟了就化了，肉就掉了。可能那个鱼太大，脂肪太多，一烤的时候可能脂肪多的鱼肉就掉了。是冻了才会的，冻也没有冻多久，冻也没有冻多久。那我是在那个明海他们家买的，就斗鱼主播专门卖海鲜的，我在他们家专门帮我买了一条大鱼。不要找借口，厨艺不行，不厨艺本来就不好，本来就野厨子。
兄弟们，你们不要把我当厨师来打整，我不是个厨师，我没当过厨师，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普通爱下厨的人。当演员吗？是的。一层靠做，九层靠演。你看王刚老师都敢拍视频教大家做菜，我有什么不敢，是吧？我也敢。没有想过往影视方面发展吗？没有想过。之前北京有一个女大佬说带我去北京影视圈混一混，影视圈太乱了，不适合我，我没去。我觉得我就把我的小美食主播当好就可以了，是吧？万一看上你了呢？好歹现在也是百万美食博主了，是吧？演艺圈太乱，是怕身体罩不住。还是待在我农村好一点，我单纯一点。真的漏水，我他妈的！怎么都发霉去了？咖啡完蛋了，怎么开了？发毛了。不能卡，咖啡。这你妈可以做霉豆腐了。阿妹，
没有那么大。Goodbye. 有啊，有那种。反正其他事刚出来就好，这么快啊？那主要是等那个月上批激活中途的。那时候也要哭，手嘛嘛都没有削完，是在大门口哭了些。他那边都快走了噻，你们在外面收拾点衣服。那张我应该结婚了是不？还有一个月禁渔期了吗？要买大海鲜，到时候再说嘛。我现在买了也只有冻期，买了也只有冻期。到时候看淡水鱼好不好买？那个叫什么？你说你要买啥子？差不多叫金菇。哦，还鱼不了。嗯。无所谓，我们买本都是冰冻的，我们买不了新鲜的。那回人家也是冻着发过来的哦，那我们买也是冻着的。一袋也不得。金菇嘞啊，现在一年四季还不是都有，兄弟们。那个养殖的话，应该是卖的。你们要在哪儿拍？不得在外头拍吧？拍不得嘛。我们外头拍哦。河边儿。不是这儿去，今天不是这儿去。河边儿。我觉得面啊，我觉得那儿啊，今天拍了。我去做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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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你要把他们去挂起提醒吗？还想去吧？断了嘛，提中间长的嘛，不行把接去。没有田哥，我们这边山比较高，要五月份才出绳子，就五月份那个绳子才打的。我们这里矮一点的绳子，人家早就都挖了，冻死人家好多地方。你看现在好多都得那种多脚大坨绳子的。我们这儿这种组织是高山猪，啥子都卖的。高山猪。打了那个不明了，那就会出。啊，不要，他不要。哪个？面啊。粉面主要吃嘛。那儿水太多了。不需要，好吃的。这水还多啊。哇。去年毛驴打了几百斤，他打毛线几百斤。十四斤。老王野炊来一个视频吧，竹筒饭。哎呦，田哥，我们前段时间不是羊肚菌吗？流量不好。大家还是喜欢我在厨房里面做饭。
光头又刷到你的视频了吗？点赞啊兄弟，点赞。现在野食的这种野外用火啊，这种很麻烦，知道吧？野外用火这些是很麻烦，要限流的。太短了吗？不是吃的事，我们是在跑秒，就是我的视频它不能超过多少分钟，所以我们都在压缩。就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我想把它拍多长就拍多长，不是这样的，知道吧？就一个视频两分钟，那就必须是1分90多秒，1分50多秒。如果是3分钟，那就必须是2分50多秒。越长完播率越低，完播率越低你就进不了下一个流量池。完了，有钱那个钱没得关系，那个流量只有关系，跟抖音的算法有关系。主要是视频风格，人家有的专门吃播的，人家就吃的镜头特别多。就我的视频就只能说太垂直了，垂直度太高。你卡啊？我卡了吗？不知道，没注意。五花肉13块钱一斤，不贵吗？以前这一头肉只贵的时候28，那个时候最贵的时候，这头肉叫200多，200-300块钱。毛猪就20多。19.5，我结婚的时候，毛猪。你还买了10几块，我买了21。你结婚都买21？啊，我20多。哎，好像离的我可能结婚没那么久了。啊，前年是好久，21年。你贵州的20多，9月20几号。21年啊，是21年。刚退税的就是。我买的时候是19块，我们大爷给我，那时候是。啊？我20年，你是21年。都是那年的嘛。这一次我8月1号，你九月份吃我一个月。我听你结婚时候我弄啥子10斤多了嘛？娃娃生了。哦，这生娃娃反正有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娃娃生了。就是嘛，9月份嘛，吃我一个月。是。阿妹，我买了三根猪。你才买三根猪，我还捡的卖给。你们又不一样，我们回家的有好多亲戚些啊，人际关系，我挣了好多猪。我不要这种，我都挣了200多，还没吃饭。啊，我们几年前的好多肉没多。我只杀了3斤猪，还卖了50多块。我不能200多，吃了200多。两天。200多。100多啊？你算啊，我们屋头好多年没去走完了。200多，平均一天的100多。我们结了婚过后。屋头又没管啥子事，对吧？是。一般就是说，一般我说嘛，一般像这种农村人就是花叶农活，对呀，对呀，是。因为花叶也别多，一个月就足够的。我经常就刚好干。你们王川那边整几个猪外面？哪个？王川那边。真的吗？就出几天。我都晓得。那边要打包个，是不是要打包？要打包，19万打包啊？我们那儿啊。啊。我好像没看到打包呀。那就没得。10万那打包无所谓，这个叫啥？上多少？上多少打包个？上多少去的装？你把盘装起。八中叫打包。上多少打包？不是10万个。10万打包无所谓啊。八中那边人家19万。打包袋都给放在桌子上的，哇，这个好奇怪啊！我们这虽然不打包，但是我们后头还是喊吃完打包，是不是？
但是我们那个针灸就基本上两天。哦，我们都四天，我们。啊。就你们说的，啥子大风一天，然后正月一天就不得了。就没得了。啊。哦，没得，我们这热了啊，真的。我们这儿多久儿都热。喂，结婚那两天白的皮啊，你又是。我们这儿至少就是算你，我们不止这两天，这算你至少三天四天。啊，有三四天。三四天。我吃，我在广东好像吃过五天，就是杀猪大棚的头天就吃帮忙去了。哦。然后杀猪大棚。那是一般。欢迎。欢迎头的。正月。然后还有铁棚五天。来，先拍个鱼片，小用到用，用不到算了。看不懂你拍不出，拍不出下雨。是拍不出下雨，但是肯定麻烦。但是他现在说验车是不验的。来来来，不说，那不用打灯，那不得打灯的话。先拍个这个开场。我把你们放哪儿？在下雨的吧？放这儿。风箱还在没？风箱变成桌子了，在啊。这个灶可能要重新打，这边三眼灶还是要把打成两眼。
是你牛都下完蛋了啊。罗阳，罗阳，牛肉那个弄完蛋了哇，我三四斤哦。啊，到底是满了。
条猪，猪肉得凶吧？猪肉得筋，啊，猪肉好油啊，这个。就是说，摸点那个，然后吃螃蟹，我们就是加香料。炒螃蟹，加水。就直接炒一锅，就切好了嘛，好了嘛。啊。好酸哦。酸好了嘛，然后就不要吃螃蟹了哇。酸好了，酸。再啷个酸？中也是那一下。虽然是给我咱们提过，人家头发都脱了，咱们提过。然后，然后，肉切了，酸，然后多，然后酸，然后切肉切成肉，肉切了以后，然后豆，你讲嘛，然后以后，然后花，然后。我就吃，我就吃，吃，我就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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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但不会就是你再来我的里面有直接就暂时不要发现这个事情呢直接这个好多次工会就不会还是不是用台子慢慢加来那个工作真的是刀切的但是刀切的还是家庭做的然后第一个就是他这个比较有关的那个第一次第一个吃要不然有点大一人也好贵那个也好的他这个东西是很有用的或者是你吃第一个感觉太低你再端碗饭王子那东西不能有高过那东西有高过也是两个小时没得好了，一点没得好。无所谓，今天早点来，反正我们开始。也不要太迟，我觉得这边两三点，一点还是很差。砂锅焖两个小时没得事，没这么大火，这个有空气。大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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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锅，不大火。他我今天就不陪闹了，因为上期也是沙哥，也不让你闹他收牛肉，可以换个沙哥，换个样式了。三锅上这儿。那个，那个大腰劈得起用那么大石头肉，在外头那么大。
那我的娘子你帮忙的嘛。啥子？哎呀，那帮忙绝对没得拿垃圾的，要不绝对是收拾到垃圾桶了，肯定是砸手了。垃圾桶。还没得在转哦，没得，在只有一根。车子、啊。哦，走到了屋头，他走，那走来可傻过的。找到了。两两眼就找到。找到了。哎，找到了。你说找到了，你还拿出啥子嘛？找到了，不用走。哎，在这儿来拍个镜头不？看到我进门。抓！你把这个果然没拍过。你看说明拍照好看不？还没好看，我手机就进厨房了。太长了不？要视频。光脚嘞？光脚，光脚，光脚。哦，视频。这草这么深，把它割了噻。不割，阿娘晓得割。啊？阿娘晓得，他割了喂鸡这个，喂鸡喂猪。这是母草。那这要咋嘞？根本用不起，我也难看喽。没电了。半电充满了才取了。可以用是肯定可以用的，今天可以二拍一个再拍一个。哎，这是跟钢管有点烦。没得事啊。那他搬了就行嘛。不算了嘛。这都没得事，有他看着还那个的。他就在朦胧点就拍完。啊。这样子不行了，三宝看完。你站别个，啊不行。他单独对镜子走，走了再切这个大镜头，大镜。啊，精明。要得呀，要得呀。你们还要喊啥子？还没喊完。就这个门哇。门喊下子哇。喊下子，打打鸡脚啥子弄好了才拿去吃。垃圾都没进去。那不是说先弄门吗？刚才打娃娃机不是啊。那盆中哎，盆中青蛙娃娃就弄不起。还要等一下拍兄弟。天太亮了。拍出来没有那种朦胧的感觉。你说你厨师，你厨师啊？你说哪里留了钱？你不是说，那我看不到事。在哪里？
那天跟我哇，跟他们小伙伴回来了，是吧？哎，那皮卡车拉的啥子？老山，然后它高速公路，它长兵乡九八这个名字，九八这个后山山区。啊，这个啊，那大兵哥。啊，那么大兵哥。我是我那个。
小亮我就等你了，我让你去就对了，可以了。现在运来用不起哦。是的。再一个开水。那来来来，你弄来。他这上面飞。就在外头打掉的，你要把它打满就行。三二一，来。咋感觉这个光泽度假好差的那种感觉？真的不可以。哦，给我打灯了。快点！我也给我打灯了，给我打灯看。前面吗？啊，就那个主编那个打灯。
你叫把进了先这些水管浇水管啊进去周围刚好拍圈圈头。三二一来。对吧？我自己弄的时候，就是红豆豆。我帽子镜头回来，要加个嘛？那你戴帽子上来加个在喽。我给你红豆豆剪一个红豆豆。站在门口就开始摘毛豆，从那边过来啊。
三二一来。但是不留钱，东西还是帅。但是他不是帅的。不吃不？吃。不过吧，那你是啥子？我不知道。啊，你不是糖皮多啊？我都没说啊。啊，你少点了哇？我直接瘦都没看过。你激动进去就是减肉的时候了。我钱呢？你是过来跟我摔的动作嘛？来跟我摔动作。啊。交警就去过了。何建德。把戒烟戒那个假烟撇去。收起来。收完之后。他把你往后。你交警就往后头去了，交警就典型展示你摔过了哇。两个不得好，感觉不得好。两个人不得。谁的你都好。茄子，茄子简单，茄子会腐也不起。茄子就把整起，我给你整个整噻，整拿出来撕啊，那不就有好长撕好长噻。啊，那随便他撕了，反正就手撕点，手撕两面就是噻。撕太薄了。给你地头塞大脚点好，感觉被踢到。那东西你不能应该塞点地头了。喂，我刚才还不对。正好地头打的。不是，他意思就整两米饭进去。我不吃。啊，你们就先不买我。他说那个挖机要搞到都去了。小挖机，第二个，你看到没？
然后他也说这个石头呢这个瓶子是呢阿哥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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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差不多了，咋差不多来了？烫了遭不住了，烫了遭不住了，眼都大了，要得了，来点酒。老王，这个那图书拿着进去，哎，这个脏了，再换个嘛，换个。你看到你那天要给我拍那个啥子？请问你删的为了什么？我们别个把举到好，给我把他这个拍大多，中间过，三。我把它推这个不全光的那个光逻辑了吧那个吧三二一来是不是要推一个位置那个我还要推一个位置嘛就远远推的知道吗昨天他在锅不下来，过来锅啊！我东西我看到一个位置了，你稍微指哈，看到那个位置，我找找好。啊啊，走了。三二一来。人家狗养三个地方，他就觉得太合理了。你在那个呢？就是说我在拍过你，就是速度稍微低，刚才那个快点那种速度的时候。啊，你刚才那个太不顺畅了，主要是，他都不是慢，是你手看到很乖。那你嘛，你哪哪顺手我哪来？哪顺手？是哪位置顺畅？哦，要得，来。
说。没有油。加的油都皮了麻了。晓得不？哦，来。反正我不在位置里面吃，把那肉吃三十那个，三二一来。慢点来。不行，你看到吗？你那个那个位置。不够，哎，那就按算，你觉得够？看到那一眼，玩一毛多那种就，就差我那镜头。没人看这直播间。短，我说的嘛，短视频看过这个大胡子视频。啊，那你是我某音的家人，欢迎家人，欢迎家人。我们这个兄弟们，我们现在就是主要现在今天直播在这里拍某音上的短视频，在拍摄的时候基本上没人看这个直播手机的，拍来空闲的时间偶尔聊一聊，就是看了那边视频的兄弟们点个关注，点个关注，点个赞。哎，什么赞赞点一点，哎，以前我都忘了我以前在抖音直播的那个了，上点关注下点赞，祝您财富千千万。还有什么我给忘了，没闲人啊，哪有闲人，兄弟们，直播间不养闲人，短视频也不养闲人，各都有各的事儿。斗鱼这边我们挂着完了，给兄弟们播着，大家想看看一看，没有没有，斗鱼这边没有钱去请人来看，主要是你这短视频没少赚吧，哪有那么好赚，有那么好赚就好了，我们从斗鱼没做斗鱼就欠了几十个，干了一年的这个还了二十几个，现在还欠十一二个，没那么好赚的。你们以为说好赚你也弄啊？你们以为说有粉丝就赚了，兄弟们，你这个有粉丝他是第一步，你还属于你变现，你变现怎么样，是什么比例变多少线，它又是一个数据。带带货没带货，兄弟们，我们还没涉及到带货。带货那得先把准备工作准备好了，有好的货带了才开始弄，而不是说哎来你就带货挣钱都带，产品是怎么样，怎么个形式带，节目效果要怎样，那都是要提前想好的。视频反正不少赞，还好吧，兄弟们，只能说刚刚入门而已。入门，毕竟你们看一个视频可能一两分钟，但是这一两分钟对于我们就是拍和剪来说，它还是要好几天的事情。干了一条就还了二十万，不是一条，一年，一年。
老王你谦虚，兄弟们真的真还不骗你们，我是去年八月份没做斗鱼的，没做斗鱼之后来这边，我们三兄弟每个人每个月2000块钱，为什么还账？就是工资存积起来拿来还，哇，每个人每个月就2000块钱。光头说一共赚了几十个 W， 兄弟们几十个 W 都那都赚不了。我明跟你说，抖音这边我看了，抖音这边从这个账号所有的盈利到现在，我上个星期看了一下，你晓得不？82万，兄弟们，82万，我们的成本有多少？我跟你们说，我们的成本起码就投了20-30万，20-30万之中，我们这边这个大家晓得，不是说我们深山大咖团队的，这个是孤独美食咖团队，有还有杨导，还有老徐，你看现在还有灭哥，杨导的大股东，然后加上杂七杂八下面这些工资，我们这个团队到现在可能就，你们懂的，就可能一共就分到了20个左右吧。光头说6年一共赚了斗鱼30万带回家，那真的30万，不做斗鱼欠了30多个。挣钱是肯定挣钱的，但是你要把你现在的流量给维持好，然后还要想办法接资源。6年百级主播才拿回家30。全网投放，真的，雀哥，我跟你说，给你们说这个还是真的。5000块钱的工资，干了6年。现在是正数，年糕哥，今年加油吧，欠的10几万还完了，大家都轻松，应该就会轻松很多了。主要，斗鱼这边走的时候欠了几十个嘛，你说没欠这几十个，20几万，我们几兄弟一分，你自己算一下，20几万，每个人日子也过得很好。主要是还起账的，还钱还钱，兄弟，现在就是在还钱。你不能你紧使劲压在锅巴下冒烟哈，赶紧跟他整，就这个位置，如果再冒到烟是最好的。3、2、1了，不用了不用了，然后不要送你就行。不得劲，他这90万弄黑，他这个存款，他日传呀，日咋回呀？上班去了。你也不要假的。我今天几点都花在道具上了呀？道具很花钱的，有时候一条视频1万买。不同的锅，不同的容器，差不多。来，给我要几瓶水，还不够黑，差不多。拿钱给他拍。对，然后就没钱水了。实际这样子嘛，实际就这样子。你把垃圾钱退给我哈。啊，暂时哈。3、2、1来。谢谢。来，先来。啊，就这样子，别动，别动，啊，就这样子，来过嘛。3、2、1来。哎，猪嘞嘞。辛苦。那要用。我这儿要用。哦。把碳上去不，反正这也没事。是。啊？来，再纸一盒，一盒提起来，再30盒那个。你还是纸一盒盒，你刚才那个夹到哪还夹了？我又准备喝。这个。要得，老王。好的，一个吗？嗯。哎，我配要配啊，要配，要配，不配不行，不配接就不接。那就扣了。啊，就扣了就说，无所谓，现在大家都晓得。拿出来。啊，你拿出来。给你加个水。有人
就是刮。那你往这边站就把门露出来。不对，往这边站就把门露出来。挡把那边挡的挡上。3、2、1来。哎，你整错了。要的。不对，猛了就把那头子夹起就跑进去了。还有腿型，前面腿型跑进去了，进去就开始刮，来把这个锅洗了，再重新倒水，要不然又一时又没办法，妈洗了，洗的，你也不要看嘛，接地气是接地气，但是很多人他都不太接受的，啊，上班了，那边。你这看见这吃的嘛你手上要给他烧红了贴包样子他说这边看见出来是不是那不能用火吧暂时暂时不用火那我把炭烧了那么是清好了那么不去了是吗我那个人还能表示这个是炸拍嘛真的好难看都要的都要的要的吹着要的要去看我给我不走哎呀我说嘛你不是那个风格我也说了很多人看你是我就是气还有个觉得你整饭整得很你可以接地气但是不是这是茶壶那些接地气无所谓他本来就黑的黑的啊他妈的这么好看刮票黄刮票多好看呀这黑了一点不好看把抛光了哇那是该黑的东西黑哇又不是啥子都要黑八斤就好，3、2、1的。他虾子现在洗，好好洗。那是他。我就这肉什么肉是我肚子上的肉还是那头猪肉的那个你把这话说清楚杨富贵被开除了那必须这两天看杨富贵不太爽兄弟们先开除他两天直播真不如短不是兄弟们各有各的门道你们说360行你说哪个行业基本上90%的哪个行业顶尖的不赚钱啊你说直播不如短视频的那我觉得可能说这个市场嘛短视频的市场绝对比直播的市场好但是你说那些天花板直播的人人家一天有多少收入那不能说不如兄弟们只能说短视频的市场更多一点吧更广泛一点这么高好欢迎这么高谢这么高的粉丝荧光棒大的多了嘛其实就像我们这些我们这种就是属于是兄弟们从事的是网络工作者的本来是搞直播结果直播那边搞来嘛吃不起饭了那就没办法就转在短视频了你说以后短视频不好直播行业好了那我们没办法
我们又得转战直播。短视频搞三农的，一年随便几十万收入，几百万收入啊，也不能说随便。国家军果哥，你说的这些可能都是小有名气的，都是小有名气做的比较好的。其实团队挣钱还有一个可能是你个人，这个账号是我个人的号，或者是像有的是公司，可能有的是团队，他得看。挣钱是百分之百挣钱，不过说看你的投入。我们就像我们现在去年一年，我相信我们这个账号的话，刚才说了嘛，82万，你说算一点成本，其他杂七杂八的，30-40万也有。你让我们把抖加去除，拍视频的成本、邮费、杂七杂八的去除，去个40万嘛，还有40多万，是不？带货几十万斤石榴，赚了33万，湖南那个网炮，他牛皮，兄弟们。你要想几十万斤石榴，这样说，一单10斤，10万斤那就是10000单，能卖10000单的人有多少吗？他不多的，人家专门干这个行业的。啊，我们以前搞直播的时候，我们人也不少啊。你说卖一天下来卖一两百单，那正常的，人家是这个行业卖货，这个行业卖水果，这个行业他弄得好，弄得 OK。他家的家人多，家人都喜欢从他这里买水果，他才能销售10万多单的。抖音的粉丝都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我喜欢的博主，他卖东西我就买什么什么，但是可能在这上面被骗的人也多了，买来这个兄弟们就是这个价格和这个质量不匹配的也多了，所以说现在其实很多人买东西还是很小心的。对对对，主要还是做起来了口碑。他能卖10万多单，兄弟们，就像小杨哥卖货最牛批的，人家是什么？人家说实话，人家的直播，首先这个两个人就很有魅力，也很有人设，而且他们的直播特别有意思。他们就算不卖东西，他们做节目效果，相信他们也要收不少礼物，是不？你说再加上他们卖货，在货上面做的这些节目效果顶呱呱，人家一场直播下来卖几个亿。那明星去卖也没有小杨哥他们卖的多嘛，反正就是做一行精一行爱一行，你要把这一行做精了，你才能那个。你就像孤独美食咖，可能我们现在马上开个直播，哎，今天首秀人挺多的，可能几千人上万人，哎，我可能卖点东西什么，但他就仅限于这一天，除非后面你能把每天你就能抓住他们的心，要不然你就要抓住这个产品，这个产品确实好，在整个中国的这个市场上，这个产品它都是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要不你就节目效果搞得好，要不然也就是前几天可能稍微好一点，慢慢的可能开播，哎，100-200个人40个人都有可能。反正不管哪一个，还是要去钻，整起脑壳往里面钻。哎，不过直播间的兄弟们兄弟姐妹们，哎，你们有空你们可以来体验一下陇东文化。我们是陇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哦，陇东兄弟传媒有限公司。过来让我威尔哥给你整一个烤榴莲烤菠萝蜜，时不时再给你整点兄弟们那个土豆披萨，那又能见到本人，还能看到他们的拍摄现场，还能吃到光师傅做的美食，耶，爽歪歪，相当的巴适。这个公司几个人合伙的？这个公司兄弟们，股东4人，杨富贵当时，过来我们合伙嘛，杨导属于是大股东，我们三兄弟不大不小的股东。还是搞了好久，你看这个公司刚开始搞的是我的王八女账号，到后面公司都要垮了，又来孤独美食咖这个账号，幸好这个账号做起来了，要不然面临的都是倒闭。
现在团队兄弟们，现在团队还有老徐还有灭哥，加上我们四个，六个人。不是入股，不是入股，灭哥也是属于，哎，大家晓得了嘛，现在短视频这条路还是比以前好了，现在也需要各个地方需要人手。灭哥其实属于是什么，属于是过来因为要接商务嘛，我们现在挣钱大家晓得打广告就是接商务，每天会有各种商家厂家就是私信这个号聊天什么什么杂七杂八很多的，可能你一天到晚聊天都要聊很多，就是聊不过来。我们现在三个人在拍在剪，还要兴起上和灭哥进来，就是公关男公关，他不是女公关哈，他是男公关，不做什么特殊服务的，只负责聊。欢迎我爆头哥，哎，如果这个以后粉丝更高了，可能孤独美食咖到了300万、400万了，能做到300万、400万，兄弟们，到时候又不是六个人了，可能还要再请一两个人了。这个是基础，基础有多大，他需要的人他就不一样。回扣几个点，也不是什么回扣吧，兄弟们，但是也有，就人家给你联系好这种，他属于。他也不能叫皮条客，人家有人专门，就比如说我是一个公司，我会专门请人去给我联系那些博主，他的播放量是多少，然后就是对应的多少钱打这个广告，人家联系的这个人他也有回扣的，返点吧，这个叫返点，他也有。哎，我们遇到的可能10%吧，基本上。哎，你说有个别，难得有遇到一次两次那种20%的那种，这个要看。哎，广告费是不是给你播放量？对对，给你的播放量很有关。你的播放量越高，这个钱就越多。抖音兄弟们，那天花板级别70-80W 一个广告的也有这些博主，但是已经属于是抖音天花板的了。你说我这往下来就更多了，根据你的流量，你的流量可能就看你的流量嘛，你的流量多少就多少广告费吧。哎，欢迎我风 boss。晚上好，老板儿。风总，什么时候你的200万入股陇东跑山猪生态养殖雪山基地？我们打一个多少个 W？ 2W到4W。飘哥，杨导，兄弟们，杨导忙其他的事儿。现在的话。最近这几个月主要锻炼我和眼镜，就他拍完了他就忙他的事儿，我们拍的时候我和眼镜又上来拍，他不上来，他拍的时候他上来。200万月底到账，风总，我希望你的风还是可风 SH 的这个风，而不是发疯的疯哈，我希望是这个疯哈，月底不到账，以后就只能叫羊癫疯的疯的疯种了。实际收入吗？还是都一样？那不是啊，兄弟们，我们这边可能就比如说一个广告，你20000块钱，别人抽10%到最多20%吧，20%就是16000。16000，但是你要知道，打广告的时候一般都是大型食材的，可能是一个羊腿。可能是像以前的，甚至搞过一头牦牛的这种，什么什么的，看你这个广告，兄弟们，你3万多的也有，4万块钱左右的也有，反正一个广告下来，我觉得50%那是妥妥的赚，
可能60%要有吧。就比如说你的2万块钱，你60%啊，你12000要到手噻，人家回扣扣了，再加上你的食材成本抹了，60%到70%吧，要到手吧，50%到70%要到手，就看你广告的食材贵不贵了。我们打过最贵的一期广告是一次海鲜，就有一次生腌的，那次我擦，那次海鲜花了5000多，然后还跑山用了一箱油，还有杂七杂八什么的，反正那个视频拍下来6000-7000块钱成本。转转转烧烤吧，爆头哥转垮了，转垮球喽。多打点广告吧，斗鱼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打广告嘛，就是护哥你都是老朋友了，你这个名字我记得特别清晰的，我还记得以前分析过蜀都沪上漂，那你肯定是我老乡四川的，只不过你可能你在上海那边挣钱嘛。老王现在多少斤？195。食材越好越能，对对对，海风 FZ 大哥，食材好流量它是要高一点，但是也不能天天做大型，因为你把你的大型做习惯了。其实为了做流量，你说每天可能这个广告我每天用2000块钱的成本去搞，我一个月我多接5条广告以上我也赚钱的，我也赚钱的。就是但是你当你这种习惯了，偶尔一天你把这些食材都用个遍，你再用小食材的时候它就比较难。哎呀，还是毛重敬重，毛重就是敬重嘛，穿起衣服啥子都是。可风哥195，脱了的话估计只有192。房子买了，那肯定的，账还了，存点钱，生二胎，二胎生了，养到几岁挣钱交首付，首付交起走，想办法再挣点钱，哎，买个车子，爽歪歪。哦，兄弟们，今天终于该我碰到这个下这个雨了，雨夜屠夫他又来喽，爽歪歪。这个是真舒服。哎，哎，伯母还要再弄下嘞。I love you too, I love you too, 兄弟们。该嘛，你说这兄弟搞了这么几年，该还是挣点小钱。哎呀，继续拍起走，弄起走。哎，直接把那个镜头补了。补不起了，没走，要不然我真的要补。好有感觉噶，嗯，夸我。我想，还是有道理哇，感谢推荐，感谢光亮火，还是感谢光娃。啊，我重庆咋子？你说的鱼要是上天的，我不讲马上就马上就吃，先刮拉土。你不得吹牛哇，弄啥？把这个带上吧。为了我现在就配合你下手一个来切动作，来去做动作哈。不然你拿两刀一个。啊，现在就吃了。
那以前拍下拍下去咱们也那么贵的。咱们是刚的。来下来各位。来吧，来可以试吗？外头开不起啊。看不起哦。看到看得起哦。你没得刚大了呀。你咋不管呢？你咋不管呢？你再看看这管不？指甲来看不？这样子也好看，你看它匀成线哦，看到没？来，再高点点看。我看这边有啥这个他不能够看见如果低一点加到这个在这个中间呢在这个中间这个呢大家看那个好看用哪个交到那个挂机，挂机就可以，那还是难的。有啊，跟他跟他光头混三天饿九顿，跟他富贵儿吵。佛法装美的来把这个你看看我真要吃这个我说拿来给你挡下来你起来的你就把菜炒到这儿嘛。要煮走。这都干好了，是哪家的？这个还有一个么？那个。要什么？太稀罕。我说几个穿了二个。啊，他不干净。要摘到，要不然把那上头一毛油都不好看，上头就脏了已经。你煮这个炒茄子加什么？加葱姜不？煮肉丝，看我放盖子。啥子？就是我炒菜噻。无所谓啊，无所谓啊，要看啊，你还是只敢炒红盖儿。我刚才已经准备拿肉那个，我想啊，我想哦，刚才有肉有姜蒜。这个是让你上去的了看你现在就九楼九中间看看就说啊就不让你上去了啊我们那剩下都没得了多吃点点儿对啊这点没有没有
也不得讲嘛。不得来一个，不得来一个，赶我煮汤手，不得用了那么多。啊，就是了，不得讲。杨江啥江是叫？杨江是另外一个。你说杨江是哪边？后的嘛，就阳台边卖的。这样子，这个节目就是到时候不拍线下送票才走的，对不？啊，在这里在仓库边嘛。我在最高头送一下送票，还是仓库边的送。喂，没事啊。我真的有事。我都可以啊。我拿这个给你拍。好啊。我给你一个包。好。我拿来一个。还背过来过来。你有酒喊的。哎，这个双飞出来了，看看。要是我不能把手机扔在上，不然的话哪里过？啥玩意儿？我不行。小花，拍个佛镜头就是，咱拍个佛镜头，拍个门儿，拍个佛镜头，到门儿块儿。开了个嘛？啊？开了他们才好吃。这儿不拍，拍个锤子，拍个。你那三个毛钱嘛？肯定不拍这毛钱。这是出你的嘛？就拍个佛。他要假装他就好你的皮肤这几辆东西不就算得很小辉，小辉，过来过来，小辉。我们不是说，咱不是正好就是，我是有意思。我有什么意思？你坐那边，感冒就去看那外头的鬼镜头。啊，我家娃儿就是。啊，就那个不用说婆婆，我就那三口就够了。啊，这大雨兄弟。你假装对着很忙碌，我就收个镜头不？明天咱没得雨了。我家不也是很忙碌，我家。你站在这儿干啥？
鸡上来这儿，后头收不进去。小伙伴，这鸡里呢，只说管你吃了就好，不管你吃啥。小伙伴，就说的。有毛毛，毛毛带上吗？我不带，你要带，你带吗？还有把伞的嘛，我记得。还有帽子嘞，应该拿不了帽子。吃好不？吃。哎。你那个视频倒汤翻车了，没剪掉，要的就是那种效果，知道吧？要定心的话不错，然后要说
他就拍了他们的视频啊，水果可能给你了。